没有见到本人，越来越帅，真的。所以呈现给他。好啦，支持，多谢你来这搞阮支持，我来你做支持棒球啊，带人棒球。是。从你来，我们。好啊。大家好。不会啊，我们小时候打球是比较辛苦，但长大就会跟我一样。很辛苦，没有错。我小学的时候也是在一个偏乡，台北县万里乡万里国小。那我们那个学校跟白河国小差不多了，我们也有一支球队，但是人数不多。那时候我们的教练还不是专业教练，就是由老师来兼任。那我们那个球队参加这个县里面的比赛，第一场就输掉了，所以谈我的少棒的棒球经验，大概只有30秒就讲完了。好了，往上推，垫脚尖，轻松活动一下你的，喊到300就可以休息了。会不会做游泳的动作？绕圈，对，绕圈，慢慢绕啊。好，要包海参，来一，伸开。前后脚，来，双手慢慢的摸你的前脚，一样下来算一个回来，来帮我数声一，啊，来各位要帮我做弓箭步，刚刚的前后脚稍微做弓箭，对，我们双手做一个转腰的动作，要帮海参，好，要帮我读秒10秒。谢谢大家，今天到这边就结束了，大家喝水回家了，拜拜。哦，没有了，喝水休息一下。最佳左投手，这个，哇，这个出了名的控球不足。我就被你三振了的，有一部分是怕被你打到，真的，因为你那个好坏球差很多，我都也是先攻击他们，怕被他们看穿我。哇，你要不要看？先讲一下你那个。因为你的滑球跟四缝线你怎么握？我直球是这样子握，就四缝线，然后滑球就稍微转过，然后拉伸。哦，这样子。其实就是球的大小边去控制球的前进的方向。哦，那你四缝线握在哪个位置？在大概这个位置。那你的手这边。因为你也有用二缝线，你比较少，你比较少投二缝线。对啊，我就投二缝线吓吓他们，就会，然后再用四缝线解决他们。所以是用二缝线来吓。但我滑球丢的我丢的不错。我知道你滑球丢的不错。你是先握这个四缝线的握法，然后再转一下。吓到，我在家里看电视被你吓到，那竟然打全垒打，对啊，就是台湾哈、哦、去美国大联盟的球员，第一个打出全垒打的，竟然是投手郭宏志。我喜欢打击，因为我知道他以前就是二刀流，啊，在南英的时候就是强打者，那个强投又是强打者。因为大谷翔平有出一本书，他会讲到，啊，是，对，他就是他的偶像，是啊，但还没出版。出版我在，他还在写，他好像会请我写序，推荐一下。能够接郭宏志的球，哎，我没想到我当捕手可以接郭宏志的投手的球。
没有，好来。哎，谢谢。摩托林子，对耶。不错，标准耶。对。球速跟控球并存的男人。哦，这很浓，这很荣幸，很荣幸。哦，全部都开了哦，这个准哎，你有加上来了。Yes。漂亮，我真的去测试了。好，那另外拍谁？对啦，是哟。哇，多谢多谢，很荣幸很荣幸，荣幸谢谢，荣幸很荣幸。小朋友应该注意健康嘛，不要受到运动伤害，阻力啦，哎呀，做到服装，对吧？曹景辉啊，甚至后来的王建民，他们都受伤了。直球就有四缝线啊，对啊，有缝线，那你球稍微转一下，它就会偏移了，对，一点点。其实只要多投直球，哦，还有卡特球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好，对啊，四缝线、二缝线、卡特球，啊，所以其实那个变的那个幅度就很大了。对，其实你身体到一个程度之后去学反而比较快。啊，你如果说从小学、国中开始练直球。速度不够，哪一块肌肉的力量还不足，就训练那一块，然后把速度吹出来，对，练稳啊，控球练稳，速度150那种速度，然后练这个变，再来练变化球，就会比较直接一点。一方面不会受伤，啊，一方面有直球的威力，对，要多练习啊。除非碰到郭宏志的，没有，我们是跟他侄子训练一下就160了。调整一下头，我要想办法让他破200，不会成功的。他身高破200，你们都了不起啊！你呢？王建民跟曹景辉，你们都同个年代的嘛？对啊，那时候都是三巨头，互相竞争啊。对，那时候都很厉害。对啊，而且你们也是到美国，前后到美国，这个签约金比较高的这一群。对，现在到美国去签约金都没有你们钱高了。现在比较少。您差不多拢两百万美金以上，差不多100，我100，我跟200，曹景辉买200，对对对，拢算真高了。对啊，他们那时候又看长相，比较帅的签约金比较高。后来那个球团都后悔了，真正厉害的在这里。你那个记录真的非常难得。哇，你那个打全垒打之后那个甩棒，哎呀，我甩的比较远。变化球打得比较没有那么的，在我们中职的打者就是对变化球的掌握度比较好一点，但因为我们台湾的投手的球速还没有他们快，他们可能打直球的速度会慢。其实我们在运动这条路上，
就一定会有或多或少失落感，就是我可能没有办法投的比别人快啊，打的没有比别人远啊。但遇到一些挫折，我觉得是好事，因为我们遇到挫折，我们就会想办法去找出方法去克服它。那所以你们就是要持续的在这个挫折中，或在这个失败中，去找出对的方式跟好的方法去克服它。啊，但不要害怕犯错，因为每一次犯错，像我们刚才讲的，都是经验的累积。当你的经验累积到一个程度的时候，你就会很多方法去面对你当时的低潮，或是一些克服挫折的方法，好不好？所以我现在也还是在学习，我跟在我们在学习啊。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好，很棒哦！新年快乐！哇，好乖哦，很厉害！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好，好，谢谢！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祝你新年快乐！祝你。好，祝你新年快乐。好，祝你学业进步。我去了。新年快乐。好，新年快乐。好，新年快乐。好。好，祝你新年快乐，队长。祝你新年快乐。祝你。